几岁抓今不天买几去？个扇贝来蒸粉丝，这个扇贝好肥啊，而且这种扇贝很便宜的，也不贵。蒸粉丝加几个平菇，婆婆买了一斤，这个拿来煮汤的。这个平菇好甜的，炒也可以，炒点肉片非常甜。再来点蒜蓉酱，这个是新鲜的鸭肉，每天早上都有腌制的，里面腌制的就是生粉、蒜，还有这个辣椒、生粉、蚝油、生抽。你们炒的时候记得油千万不能多，因为这种鸭肉是很肥的，看到没有？它都有肥肉的哈，它火爆炒有很多油出来的，所以不能多油。炒的时候它就像我们这种铁锅，普通铁锅它就有点粘锅，因为它腌制生粉嘛。如果你们是不粘锅的话，应该就不会。然后你们就是大火爆炒就可以，能吃辣的还可以加点辣椒或者洋葱，然后其他调味全部都不用下哈。这个鸭肉是超级下饭的。再炒个素菜南瓜，今天再蒸2条白鲳鱼。这个白鲳鱼，这种白鲳鱼肉就比较嫩滑的，它不是那种斗鲳，斗鲳的口感吃起来就脆一点。这个小马头鱼，小条的。婆婆来要来炒菜了，先来吃2块饼，这个芋泥的，还有黑豆沙、绿豆饼，咸的、甜的，红豆都有。饼皮是很酥很脆的，一咬就掉渣的。这种饼就是刚做出来的，就非常好吃。如果你们放的时间太久，它可能饼皮就没有那么脆了。收到的话就尽快吃了，趁着婆婆做菜时间，我偷吃2块饼，刚打完包，一咬那个饼皮全部又掉下来。这一块是黑豆沙的哈，这个饼皮是非常薄的，馅料很多。先来煎马头鱼，这种马头鱼的鱼鳞不用去掉，煎完以后又酥又脆，很香。煎到两面金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来加一点点生抽，煎到这样金黄，它这个鱼皮是很脆的，不用去掉的哈，很好吃。加点水，加点盐，这个小南瓜很粉的。这个炒鸭肉的油少一点，不能太多油。鸭肉直接下锅，大火爆炒，一炒香味就出来了。可以稍微喷一点点开水，不能多哈。这里一斤的量哈，一斤就正好一汤，一家人够吃的。看一下这些肉很多的，你们挑给小朋友吃的话，可以挑一下有骨头的就挑掉，基本很多肉的，但是骨头也有哈，还有点香菜，香菜少不了，太香了这个鸭肉，这个锅如果炒那个生菜也是很好吃的，太香了，真的是香弥足了这个鸭肉。这个菇如果加点豆腐煮也好吃的，香菜下锅就可以了。水开了，两盘一起蒸。我忘记拿掉这个纸了，大火蒸，这两种都差不多时间。要要，我快给他一嘛，加油吧！整天吃到这个都圆了，我跟他说不能吃了，他都现在不敢抬头了。让他给我看一下这个有多圆。哦，可以了。满满一大盆，都喜欢粉丝啊，小孩子。中午午菜一汤，每次有蒸粉丝，小孩子都是抢着吃，所以婆婆都会多泡一些哈，主要都是吃粉丝来的。蒸2条白鲳鱼，哦，这个鸭肉特下饭的，马头鱼、南瓜就是青菜啦。这个汤比下糖还甜的，这种菇来煮汤，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甜的，比较清淡。今天家常菜，